赖在前女友家不走，咱俩已经分手了，你还是都不好啊？你昨天晚上都不说不好的，那是第一次。两次都是一样的。<笑>要什么我都给你。我的钥匙有。我不就是你的钥匙吗？ 你要什么？你怎么那么没底线呢？分手了知道吗？你这种人就是祸害人间，不应该活着。祸害人间？那我没钱，祸害你，我还是有点心虚。怎么想？我说起来，哎呀，我今天晚上，你不对我腻了吗？你现在干嘛呢？我感觉你变了，很润。<笑>好好，我对你腻了？哪腻了？就是对你这个人没有感觉。什么感觉？